你看这幅图，就是我们测绘上常用的，叫这个红蓝立体影像。我们常用的这红蓝眼镜来看这个，从这个影像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山丘的这个起伏的，这个丘陵平原这些地区的地表的起伏。 嗯，对，可以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导航地图，如果精度低，那么我这个给我的规划的路线呀、规划的时间呢，就会误差就会比较大。那么这个，因为你的位置精度越高，你这个估算的精度就越高。原来发的这个卫星，我们是很难算这个容积率啊，算这个高程一些有关的内容。 那么，如果说这颗卫星上去之后，我们一方面基础的把一比一万的图给它测出来，另外一方面就是为咱们自然资源的管理啊等等方面提供高程信息方面的很多的服务啊。情况，那么这个大兴机场的这个这个部门只是给大家展示了这么一种方式。 平面呢，5米呢，就相当于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可以做到车道级的这个导航。高程1米5呢，也就是说我可以测量到每一层楼房的高度，这对咱们自然资源的管理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在500公里的轨道，以每秒7.6公里的飞行速度，那么要获得地面任意一点的景物，它的精度、纬度的和高度的精度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在卫星的时间精度要达到微秒级，光轴指向，不光是相机不能动，这个时候你稳整星的结构热稳定都是要求是非常之稳的，温度我们都做到0.1度的温度精度。